できる。我太难了。哎，不哥，再给我打一次，瞧你去。哎，康帝这次真走了。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？福建队的这几个主攻点之间的这个现在体现的这个兼容性啊，非常是非常好。没时间了啊！哇，这变相，还脱不开啊！干变不走，放大回头一下，队友就进一个。康杰的问题就是。就是速度很快，但是就一个档位。这种三步篮小后卫在大中锋，能让大中锋起上步来了，基本上你就很难防。张大宇乐的，哎呦，他太快了，但是就是不会换挡。哎呀，王哲林都已经不乐意进去了啊。对。防到了半天，左右的，最后还是失误了，就发的太明显了，一图。目前，嚯，汤杰啊，我，哎呦，嚯，好球，漂亮！哎，这球他啪就他往后起来的时候，我在那一瞬间，我想他要不要唰直接扣到篮下。好杰也跑不进来，嘿，漂亮，二加一，看没有？得解放他，他这个运球的节奏啊，多有力量！是，桑杰就是得学会减速，还没有得到一些太多的机会，进攻端的感觉还是需要再加强，尤其投篮啊，这队还是很讲究投篮的，嘿。这个汤杰上来之后啊，我又不管你是谁呀、啊。我真的。打，凯撒也重点去培养一个本土球员啊。哎呦，好球啊！信来了，二加一。但是这个裁判好像是对他的这个庆祝动作，可能要吹有一所吹法。康杰刚才很兴奋啊。重新回到福建队手上，看汤杰啊，不太能运。哎呦！哎呀，汤杰从两个回合来看，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打这个强度下的比赛啊。对，上高上了呗，27号高上是。哎呦，汤杰，一般不这么传球，又要失误包夹了。果然，啊，还好没有失误。汤杰突破的时候，这个像是闭。嗨，这前面挺漂亮，前面挺漂亮的啊。汤杰，好球，转换进攻打进了，三个突破，哎。周一翔这个就是，当然了，福建队现在高歌猛进的话，哇，我未必落在第十二啊。是汤杰，嘿，大中飞自信，哎，断了，
看一下，好球，康杰，嚯，康杰这来一脚踝终结啊！这球要上康杰这赛季的高光集锦了。他这个运球的节奏啊，多有力量！